起。你又在这抽什么风啊？现在立刻去银行给我弟转5万，不然咱俩就分手。那就分吧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分手，现在立刻马上。你盘点那些三观不正的女人。李铁，你差不多行了，赶紧跟我复合。我告诉你，老子就算单身一辈子，不可能跟你复合。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啊？你爸都让我回家撒泡尿照照镜子了，我还跟你出个屁啊？我爸那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大度一点行不行啊？我大度一点？你爸一边骂着我，一边让我出车出房出彩礼的，我问你凭什么？男生冷静一下，要不咱们还是心平气和的聊一聊吧。能说说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觉得吧，结婚应该是两个家庭为了一个家庭共同努力。他家什么都不出，让我家全出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是出来做慈善的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夸张？大年初二我去你家，还没等进屋就被你爸你妈拦在屋外了吧？说什么拿8888红包作为敲门砖？那我家那边的习俗就是这样。再说了，最后这钱不也是到我手了吗？就当是你给我发的红包不也行吗？我记得你家门连口水都不给我喝，吃的还是昨天晚上的剩菜剩饭。你们全家把我当人了吗？啊！我爸妈那是为了节省一点，顺便看看你的态度。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啊？我小气？我去你家左手右手拎了一大堆东西，进门给了8800的红包，你说我小气？刘洋洋，你家要是看不上我直说，这么欺负我有意思吗？家这不公平的要求你让我怎么接受？就算我能接受，我爸妈能接受吗？他们辛苦养大的孩子在你家卑微到尘埃里去了。不是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爸妈再怎么样也轮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的。行，那你就别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了，咱们两个分手。李姐，滚。烧烫的白鸽不会是过年的，咱俩来接他，然后你妈坐副驾了，我坐哪儿啊？哎呀，他坐后边晕车，你就让坐一会儿呗。不行，我说了这位置除了我，别的女的不能坐。那是我妈。你妈多啥呀？这是我的位置，你坐后边呗。怎么跑了？好久没坐这小汽车了，阿姨都老不动了。阿姨坐后边。妈，你坐后边晕车。妈兜里带晕车药了。阿姨。这车昨天刚惊喜过，后边有鞋套，你把鞋套上，要不然弄脏了挺难看的。不用吧，直接坐就行。不行，必须套。儿啊，不行，妈自己过吧，不跟你俩掺和的。妈那小炕呢，烧的也挺热乎的。哎，妈。你到底要干嘛呀你啊？怎么了？那是我妈，她坐自己儿子车还要套鞋套，是不是有点慌的了？你妈那鞋上都是大泥了，我不为你好吗？弄脏了得你洗吗？我愿意。别忘了，这车的首付还是我妈攒钱给付的。你别说弄脏了，就是弄碎了我也愿意。凭什么？你要个包，抠抠搜搜给我买，现在你给我买劲了是吧？废物，妈宝男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今天这事儿啊，就是你不对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然他把鞋套给我套上，要不然就在那炕头自己趴着吧。我早点看着你，你从始至终就没瞧得起我们家，嫌弃我们是乡下的农村人。对，怎么了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身上还有一股味儿？那你以后离我们农村人远点，别吃我们农村人做的粮食。你问你妈走不走了？我现在没有碰到她了。我妈都不走了。那就开车回家。我也不走了，我是个农村人，我就现在待着呗。那你把车钥匙给我，我自己开回去。哎，别，这是我妈那个农村人给我买的，配不上你那高贵的身份。你啊，还是自己想办法回去吧。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没啥好回的，我现在就坐高铁把我妈接回家。不是，就这点事你至于吗？每次吵架不是因为你爸妈，就是因为你爸妈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想干嘛？你可倒好，我白天上班，我让你带我妈吃点好吃的。我回家以后呢，俩人全回老家了。不是，那你爸妈想回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刘畅，你说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吧？那他妈是你把我爸妈撵走的。你凭什么撵他们走？不是，这事赖我吗？他们来这几天，到底给他们花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爸他多大岁数，买那么贵的手表，你带得起吗？那他妈是我爸，生我养我20年，我以前条件不好，现在我条件好了，给他花点钱，怎么了？我花你钱了吗？是你没花我钱，但是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我们俩在一起，未来连个保障都没有，我这条钱不行。妈还知道心疼钱，上个月你买包，从我信用卡划了2万，你过个生日开卡座花他妈8000。现在你跟我说心疼钱啊？你跟我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意义吗？我当时说什么了吗？我是缺你吃缺你穿了，我爸妈来这两下，谁他妈给你关出门没赶他们走？那你说吧，你现在都敢吼我了，哎，我还告诉你，就是我你们还来我彩礼，以后这个家有他们没我有我们他们，你干嘛呀？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但不是我买的，也不是你买的，那他妈是我爸妈买的。以后这条路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政委，政委，滚。站那儿，你还有良心吗你啊？人家姑娘跟了你5年，你说分了就分手了？对呀、啊，张哥，现在我俩都快结婚了，彩礼这就不行了。赵哥，赵哥，多少彩礼？区区50万。区
区区五十万，是不是可少？赵哥，现在谁家本拿出几十万啊？你知道赚五十万多难吗？我开这车不吃不喝十年能赚五十万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现在网上哪个年轻人不是月入过万啊？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一个月挣不到一两万都是废物，一翻朋友圈全都是网红餐厅在那打卡，就好像他们不用上班一样。然后你就觉得人人都得年入百万，赚钱很容易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酸啊？对，你能不能认清现实啊？网上炫耀的那些往往没钱，现实是什么？你去火车站看看晚上多少人睡那儿，那是因为宾馆没床位吗？我这手机用多少年了，我接不到单，我不还是舍不得换吗？你呀、啊。你也就这个觉悟了，不像我心有大志。对你志可大了，五天换三份工作，总想一夜暴富，咋的？天上掉个馅饼非得砸你身上啊？显得我们这些埋头苦干的人都是傻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能掏出一万块吗？我拿不出来，你能拿出来呀？嘿，我真能拿出来，我这些钱都是我踏实挣的，谈不上暴富，但足以改善生活。我劝你呀、啊，少说话，多做事儿，这美梦醒了呀更难受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爸妈面甩脸子，你干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你回去吧，我还上班呢。加什么班？加班啊？我妈说她要买那个，你非得买这个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能给她买就不错了，你别太过分。小子，你给谁脸子呢？你压根儿没拿我老太太当回事儿啊！我为了哄您开心，特意攒了半个月的工资给你买条项链，到您可倒好。又嫌坠小了，又嫌链子细了，你嫌弃你让老公说刀件给你买去啊？那个畜！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让你花钱是给你机会呢？我就让你多给机会啊！一年到头我往你家花的钱还少吗？那都逢年过节送礼物拿钱，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。但是咱俩现在还没结婚呢吧？去年你说阿姨手机坏了，好，我给她换了。她呢又嫌国产的又嫌便宜了。前两个月呢，你说阿姨做手术急需10000块钱，我紧忙张罗给她汇过去了，然后开车连夜往你那儿赶。就到一看呢，就是个微整手术，玩呢？你干的是人干的事吗？花你点钱你就难受了，外边有都是想跟我女儿花钱的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让她找去啊！怎么的，我钱就大头寡了的是吗？我妈一年到头都舍不得让我给她买这买那，你女儿呢，在外游手好闲，逛街购物，那花的不都是我的钱呢？你现在不愿意了？你当初跟我在一起时候不说要养我一辈子吗？你指望着我养你？你倒是跟我一起努力呀、啊！你指望我养你？你倒是跟我一起谋划未来呀、啊！凭什么你们花着我的钱对我挑三拣四？凭什么你们花着我钱对我指指点点？我不想跟你吵了，东西给我，该抢了。这几天我妈买的，给我。给不了，我买你自己买的。真拿我当冤大头了？我还就告诉你们，以后你们想找谁找谁去，爱找谁找谁去，想要东西自己去挣去，爷不欠你们的。不懂我的人说抱歉。爸，我这两天不在，我妈还好吧？放心吧，刚吃完饭睡下了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小红现在哪呢？我在家呢呀。你下楼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，你下来取一下。老公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妈呢？阿姨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阿姨睡觉呢。我问你，我妈呢？哎呀，前几天阿姨说城里住着不舒服，非要回农村，我怕你担心嘛，所以编，接着编。我编什么了？农村人睡觉早，肯定是阿姨睡下的。你还在撒谎！你给我过来来，来，你看这是谁？阿姨，你看这老太太真是的，明明告诉我要回农村待几天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站住！到底是我妈要走，还你要撵她走啊？相信我，我是你老婆，你不相信我，相信你妈。我妈养了我20多年，你要我相信你？妈，你咋回来了？妈，儿子，只要你俩过得好，妈就好。没错，我就是不想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不想看见他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可以做主。你的房子？这是我妈把老家房子卖了才有现在这个房子。那不是给咱俩结婚用的吗？既然是我的房子，那和她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我妈养我小，我养我妈老，你说有什么关系？假如啊，浩宇提前回来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你把阿姨给撵出来了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小左是阿姨自己要走的，跟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妈，她配做你儿媳妇吗？她配吗？不是所有的对不起换来都是没关系。呀，王雨泉，王雨泉，你能不能不闹了？能不能不让别人看笑话？我闹？你现在知道怕了，知道丢人了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我现在要是回去，就是我那群闺女眼里最大的笑话。不至于吧？我答应的事哪回没做到啊？那你倒是多给我看看，我闺女人家结婚都是老公开着豪车到婚礼现场，
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你答应我结婚的时候送我最喜欢的那辆车，车在哪儿啊？车呢？好好好，我一定给你个惊喜，行吧？典礼马上开始了，咱赶紧回去啊！结个屁结呀！你现在都拿我说的话不当回事，以后还能听我话吗？我就告诉你，我今天就必须看到这车，要不然这婚你爱跟谁结跟谁结。行了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个熊样呢？虚荣又攀比。物尽拜金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你不就是图我年轻漂亮才跟我在一起吗？现在嫌弃我了？你要不是没点能耐，就你这样的，在我们这边你连对象都找不着，真以为自己有多大魅力？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吧？当然咱俩结婚，你们家彩礼就要我48万8，房子得是200平往上，这点我都做到了吧？但你不忘了，这些钱都是我更多人打拼挣出来的，我认拿是为了表明我爱你的决心，真拿我当冤大头了。你以为已经盼了几年了？你真打算用你这短暂的青春过我一辈子的财富吗？告诉你，如果有这个幸运的机会，遇见了现在的我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回去还是不回去？我不回去。行。你两个车，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，现在也好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这婚我不结。亚东，亚东，亚东，我当初有机会能看上你，现在就有实力换了你。对啊，彩礼，我当初是怎么陪你家的？你一分不少，都给我拿回来，给你脸。